这是啊，粘上，粘上，快乐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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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汪
寻狗启事啊。小四儿他妈养的那狗丢了，这不嘛，小四儿贴寻狗启事帮他妈找你呢吗？找谁？哎，不是，哎，找狗呢。啊，现在这人呢太差劲啊。这上头不能啥都贴，你说丢个钥匙啊，哈，找人家贴着，一狗你贴着干啥呀？你跟他说花200块钱上狗市儿，一下子买一筐回来。你以为买鸡蛋呢，还买一筐啊？我跟你说，小四儿他妈这条狗啊，已经养了5年了，养出感情来了。我跟你说，老太太这会儿肯定老难受了。难什么受啊？啊，再有感情那不也是丢了吗？你跟他说啊，多花点钱上狗市多买几个，我朋友卖狗的啊。花了钱的事，你懂啥呢？不是，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呢。啥不钱事，就是抠。就这智商太难沟通了，我还是帮小四儿找狗去吧。什么就智商啊？还是智商的事儿？还就怎么就这个启事就看，寻狗启事啊，必有重谢，然后抽筋2万。哦，还不是钱的事儿。你不就想挣这2万块钱吗？2万块钱多大个事儿啊！还2万块钱，汪汪，笑啥呀？谁先找着2万块钱归谁，对不对？两万。哎呀，亲爱的邻居们，大家过年好啊！我跟你们说呀，俗话说得好。不出正月都是年呐，所以一上来就得给你们拜个年，祝各位啊狗年大吉，日子越过越兴旺，事业越干越兴旺，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运兴旺。你看看，这小狗都跟着我一块喊了，哎呀，多招人稀罕呢。不过这狗啊不是我养的，是我在小区门口捡来的。你说这大过年的，谁家丢了狗，那得多着急呀！所以我得赶快找到它的主人呐！哎，各位听一听，站一站，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谁家的狗跟主人走散？赶快到我跟前儿，谁家的狗？等会儿我这喊狗呢，咋来只狗熊啊？狗你捡的？啊，对呀。哎呦，我的，快还给我！等会儿。狗是你的？对，没错。那你得跟我说说，这狗它长啥样啊？长啥样？狗鼻子狗眼儿，狗眉毛狗脸，还长啥样？比大狗这小点，比小狗这大点。你说的还真对，是狗都那样。有啥具体特征没有啊？具体？我们家狗那跟别人不一样啊。哦，它是有毛，狗都有毛。然后它叫的不一样。你们家狗怎么叫啊？汪汪汪！狗都像你这么叫。那你就具体提示一下嘛。你看看，愣说这狗是你们家的，你都不知道咋回事。那我就告诉你吧，这只狗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它身上有一个小黑点儿。现在我要问的是，这只狗身上的小黑点，它是长在了左前爪的后边，还是右后腿的前边？你啥意思？要方便呢？不是，这啊，你说是这左前错？那咋字儿不可能字儿大？还是错啊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这狗身上的小黑点啊，它长在了尾巴上的下边。你泡我呢你呀？你长尾巴后，你问我腿前腿后的？我就是要故意考验考验你，通过我的测验，我看出来了，你跟这狗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，也就是说这狗不是你们家的，别耽误我正事儿啊！谁家的狗丢了，赶快来认领啊！别喊啊！我不耽误你正事儿，你那么的啊，我给你200块钱，你把这狗给我。啥玩意儿？
200块钱你就想买这狗，你可真是，哎呀，500。那你得跟我说说，为啥高价要买这狗啊？我不是稀罕它吗？你要稀罕它，你为啥不上狗市买去？那狗市的狗多了，我跟你说，多少钱我也不卖，这是人家丢的狗，你离我远点。哎呀，谁家的狗丢了，快来人领了啊！站住！站！干啥呀？干啥呀？干啥呀？吓我一跳！你是不是又借钱呢？没有，借什么钱呢？你想不想赚钱？想啊，我做梦都想。啊，认识那人吗？我舅爷呀、啊。认识啊。啊，太好办了，他捡了条狗，你那么的把他那狗要过来，我给你500块钱。你给我500块钱？啊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干吧干吧，干。问题是，我说这条狗是我的，他能信吗？亲爱小宝贝儿啊，你跑哪去了？哎呀，欠！哎呀，你个小欠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这个欠灯的呀，鬼哭狼嚎干啥呀？要前面的话我没听明白，有一句我倒是听懂了。你说你们家的狗丢了？啊，对。哦，你看着没有？不光看见了，我这抱着呢。哎呀，就是这条狗！哎呀，去，你说是这条狗就是啊？那你得告诉我，这狗它长得啥模样啊？大眼睛，双眼皮儿，一看就是讲究人。那你家丢的不是狗啊，你家丢了个人啊。不是狗，丢的确实是狗。说具体一点，这狗身上有啥特征？狗尾巴下边有一个小黑点儿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，这狗是你家的。哎呀，物归原主了啊！哎呀，物归原主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啊、我怎么看你一抱这狗，它有点情绪不对头呢？啊，它呀撒娇呢。别叫！爸爸抱呢啊！别叫了，别叫，我敲你了。这哎啊，不许虐待儿童！你要这态度，我把狗抱走。别！真是的，你二舅。哎，你俩在这干啥呢？啊。这不小倩他们家狗丢了吗？啊！我把这狗给他送回来了。这是他们家的狗？对，这他养的。哎，王倩，你啥时候养的狗啊？我咋不知道呢？上个月，上礼拜，前两天，后半夜。到底啥时候？才刚。王倩，到手了。啊、哎呀，真有本事！别嬉皮笑脸的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狗。不是，我钱。哎，小明，你认识那大个子吗？刚才他要出高价买我捡的这只狗啊！你看他俩现在咋还在一块嘀咕呢？啊，他要出高价买你捡的狗？对呀、啊，我明白了。哦，哎，你俩是不是在琢磨来钱道呢？琢磨呢，我挣500呢。500？都给你。给什么给呀、啊？小四儿为了帮他妈妈找这条狗，悬赏20000呢。滚钱！大琴子，你可够黑的了。人家给20000，你给我500，你可真是心黑手黑，脱了鞋你袜子黑，脱了袜子你脚黑，脱了脚你哪都黑呀你呀啊！小倩啊，我替你抱着狗，赶紧跟他要钱，我拿钱。吵什么玩意儿？不是价格事儿吗？价格好商量。大琴子，我告诉你啊，少600不好使。我，舅爷，哎，我抱着就行。一边去。经过你刚才的表现，我现在也看出来了，你跟这狗也没有直接血缘关系。你说多欠啊！已经到手了，你还送过去，600也没了。老舅啊，哎，咱现在就把这狗给小四儿送去，咱还一分钱都不要啊！别！这动手这钱干什么去？这干啥呀？我说你这大个子啊，你怎么什么钱都想赚呢？那个寻狗启事我看过了，那样的钱你也想挣？哎呀，人家愿意给，那正常交易嘛。对，这不是你情我愿的事吗？没毛病。怎么就没毛病呢？啊，这不吵了啊！
这狗吧，咱四个都看着了，对不对？那四个人都有份儿。一会儿这么的，两万块钱来了吧，咱们四个平分，来吧，分钱吧。我头疼，我干啊，起人。哎，小米粒，小米粒，我现在有点改主意了，我觉得他们刚才说这话有一点道理，你情我愿呐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好，现在我就跟你们俩做一笔买卖，你情我愿。来，过来。这样啊，我把这只狗呢给你们俩，但是你们每个人必须给我2000块钱，你看你们是干还是不干？干呀，干！我也干，我也干了。掏钱！快！哎呀妈，1000吧，700，你借我1000，都借我了。那个，俺俩凑合。2500，你看行不行？2500你就成交。讲话。哎，我跟他说好了啊，你情我愿，不许反悔啊。哎，对，等一会儿那2000块钱来了，你不能反悔啊。你知道这2500代表啥不？代表啥呀？10个250啊。啊，听见没？咱俩是250，谁250啊？他才是250的。狗到手了，赶紧打电话。啊，喂，小四儿啊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的狗找到了啊，赶紧拿2万块钱领狗来吧。啥玩意儿？你家狗找着了？不可能，2万带上的。不可能，你家狗在我们手呢。你家那条狗，狗尾巴下边是不是有一个小黑点儿？你家狗尾巴上都是小黑点啊？你家那点咋那么多呢？啊，你家那狗是斑点狗啊？不是，你家狗长什么斑呢？喂，他说话了，还是啥？他说这狗让我自己留着玩吧，说你是250。哈哈哈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的？你们俩就是个250啊！啊，那个舅爷，我是看明白了。哎。你套路挺深的。你看啥明白了？我说你们250那是有道理的，因为那个寻狗启事我看过了，我当时就给小四打了电话，他告诉我他们家狗找到了，所以我刚才捡的狗啊，他就不是小四家的狗，因此你们现在抱这狗那也就不是小四家的狗了。250啊，舅爷。哎，你这套路玩的是不是太深了？坑我们呢吗？不，谁坑你吗？刚才可是你俩愿意的啊，这可是你情我愿的正常交易，没得后悔啊。没有，这回我不愿意了，你把钱还我们吧。还你？做梦，一分钱都不退。对，绝对不能退啊！不让你们俩出点血，你们俩是不带长记性的。老舅，今天这个钱说啥都不能给他退啊。不退。为什么不退给我们呢？不退。退什么退？还真是，我还就不信这是对什么，做人讲诚信，讲过来，不退了。嫩的，给我1800，够你抱回家。大琴子，你挺尖呐，你咋不说你给我700，狗你随便甩呢？你给我做春联呢？给我1000吧。你给我700，给我钱，你给我700，给我钱，行，干嘛？你们俩狗都不如。争来争去的，真好意思啊！刚才说不退你们钱是逗你们俩玩呢，但是小米粒的话你们应该往心里去，知道不？不让你们有点切肤之痛，你们真的不长记性啊！记住喽，不是什么钱都能赚，有些钱你挣回来花的时候你心里也不安生。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文明社会，除了钱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，你懂不懂？对呀。我懂了，你是好人，你是大好人，真的。那你俩呢？狗人。准确。好了。哎呀，这700你拿着，还有这1800也物归原主。行了，现在我提议啊，咱们重新给这狗安排一下。我想啊，继续写个寻狗启事，把它贴得越多越好，让知道的人越多越好，我们争取尽快的时间把这狗送到主人的面前，好不好？好。太好了。小狗也同意了，赶紧行动啊。行动了。